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华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新北分会第九届的会长高永晴。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参与指南宫主办我们新北市华协办的学生的优良学生的他们的水彩画比赛，非常开心。今年报名非常踊跃。那从之前最早开始每一年主办的时候，我们新北市华都会参与。那今年也很荣幸参与这个活动。那尤其是刚刚听到理事长他介绍，就是由第一届得奖的第一名的他今年会过来颁奖给今年度得奖的学生，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开心的事。然后也是一种传承，就是将陈阳春老师他的艺术跟他所有的艺术精神可以这样传扬下去，这是最令人感动的。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份小小我们新北市华小小爱心，可以把这样的东西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新兴学子优秀的学生在艺术方面不要断层，然后可以延续下去，这是国家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开心的事情。那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好，感谢。